这一天，一只梅花鹿成为了第一个被唤醒的幸运儿。早上好，我的天哪！早上起来被关起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杨 PD 变帅了，欢迎回家。今天你的身份很特别，很特别吗？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。哇，那大家都保护我了。而且你一回来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谢谢，哎呦。就喜欢这，就喜欢特殊身份。哇，唤醒兄弟团，请找到在博物馆中休眠的其他动物成员。啊，今天所有人都是一个动物，用瓢打他的头，只有敲碎瓢才能唤醒他们，并与他们一起前往彼岸。第一天就打他们呀，谢谢你啊。来吧，哎，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打过。你有打过吗？谢谢。见面礼啊，其实有私心的。这个用完差不多。OK， 明白明白。快快快，给我瓢！我真的我还没见他们，第一个就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失礼了。我真的我好紧张啊，突然。